好小子！算题。是。还想喝鸡汤吗？哎，我给你熬去。相见相见相见，我们的故乡太阳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人民的希望，我们一直不可再。赵秋，赵秋，到。明天一早去首府外事看着荣继珍，安东的葬礼先不让他知道，稳住他。可是，他们之间感情这么好，真的不让他送最后一程吗？不行，明天不许他来，谁都不许让他来。放心吧，我会看着他的。哎，等等，我走了之后你再看。我还挺害羞的嘛。两次行动，两颗子弹，这次我又多欠你一条命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每次出任务都会写一封遗书，每一封遗书都是留给你。近期你要之前每一封信你都会跟我回的，那时候你总是关心我，鼓励我，你写的每一封信我至少看5遍，
别忘了，我过目不忘的。